你们是进到人家是今天啊？哪里哪里？有可能冲到警察，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水啊！而且我这里有超多钱，这我跟你讲，应该有尿哦。哎，这水真的好臭啊！好臭哦！你要玩那么脏的手段嘛？那你们不要过来嘛！我们是警察，你们不要冲到小偷只能狗急跳墙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录个节目没必要这样哦。这我们要跟你讲的嘛。每周日晚间8点，饥饿游戏。